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婆媳问题。在八字里面会产生婆媳问题，男生的八字组合为财破印，女生的八字组合为破财。所以当假如你发现到你的八字组合里面男生有财破印，女生是破财的情况下，你就要注意你跟婆婆之间的问题就很容易会出现。要解决这种问题，最好的方法，那就是呢，不要住在一起，这样子才不会呢，天天大眼瞪小眼，到最后呢，产生了不可能收拾的这一种的问题。所以你要了解婆媳之争，当你的八字有这一种现象，而你确实在生活中也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，请你记得搬出去住，不要住在一起，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